大哥救我！有一个大哥朝我的脸上走过来啦！不行，不能退，跑去找大哥，带大哥找大哥。阿那五郎挂掉。你把大哥给冲死！找了，找了，找了！我第一次看其他职业，感觉好酷啊！他好像很，他好像很，哇，好像冰呢、欸。啊什么什么？哦、我操我操！看呐、啊，敌人像垃圾一样融化了。哦，你看那个进去像切奶油一样。哈哈哈！我操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哈哈哈！我昨天自己打这关打到这边的时候已经十分钟了。现在是冒着装会消失的风险吗？是是是是是是，而且是我们双方都有可能消失，很嗨。你看，人家屌打1亿，那290万，欸、没有我打2900万还可以啦，有人家的三分之一。哎呦，又跑出来一个喽，亏机西家哦。有了有了，观众越来越多，装备消失的风险越来越高了。即便虚弱如我，还是有办法打死一只保护者。哎、欸欸，看看，不是啊，啊你们这样冲后面那个我不行啊！了不起，点石之猎人，而且我要跟他贴贴，你呢？咦，他这个盔机西架跟这个雷宝是朋友的，好好，我终于喜欢这个游戏。我只能在旁边被巨大的大雕顶。哦，这大雕顶啊顶，顶啊顶，顶得好不快活啊！啊！大哥救我！有一个大哥朝我的脸上走过来啦！不行，不能退，跑去找大哥，带大哥找大哥。阿那五郎挂掉。你把大哥给冲死！哎、欸，那雷宝怎么退了？我太烂了，不想跟我玩了。哦、他说断线，那没事儿。哎、欸，什么？他断线？嗯，背包的不见而已，身上的还在，太恐怖了吧？咦，有一股神火村的能量正在呼唤我。怎么好像有两个龙人族的巫女在叫着我的名字？啊啊！我抵抗那个诱惑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没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怎么听到好像有一个那个没有眼睛白白的东西一直在鬼叫？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